Hello， 我这属于早午饭了啊，吃一个鸡爪拌面，这是过水面条，这是半盏挂面，鸡爪汤汁有点少，这一包是一斤啊，先放这些，带个封面，哇，要不要这么有食欲，哇，夏天你就整个过水的凉面，泡上鸡爪，我想去，啥都不用放，你可以再整点黄瓜丝儿。这个结合太完美了。